老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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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家己看，你家看，你车安那开的？开这号的车时间真宝贵吼，我看你钱是吃三块贵哇，唔免阁叫交通的来啊，安尼大家较袂无采工。戴先生，是你违规越线的。我违规越线。 明明是你家己袂晓开车，你莫掠中拢来查某囡仔好欺负我，我车顶有行车记录器，你免想要甲我拗啦，我即马叫警察来处理。好，煞去啊，煞去啊，开是小可会着尔，非常家己处理，我袂甲你计较。歹势呢，你讲煞去就煞去哦，谁知影你敢会输哦去告我肇事逃逸？我即马叫警察来，你不准走，咱都按交代予清楚，你才会当离开。我。 咱已经甲赵英兴要去自由证据，互警方看，啊，毋过应该是无怀疑赵英兴要的时间还阁动机，阁讲迄间火真正伤大，所以判定是烤肉火所造成的，无就找着起火源啊。也毋过我请朋友去问过做者专家，因拢讲迄间火烧到遮尔大，应该就去自由所，因客无毋对啊。谁做因连查拢无爱查，都安尼结案啊？ 那恁我两个哥哥，唔当白白玩弄死啊！今麦警方意思是讲，要我们自己负责举证，所以除非咱找着赵英兴，得现场放火的证据，啊，若无咱真正提伊无法。也唔过民宿附近拢无到监视器，而且经过遮尔侪工啊，佫落过大雨，就算佫有证据，嘛一定拢无。 大明甲小明，伫我受重伤时阵遐尔照顾我。你一家人拢是我的大恩人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予伊冤枉死，我绝对会找出证据，我绝对会放火人付出代价。啊，不过就算讲是甲张医生定罪，我两个哥哥嘛无可能会倒来啊！我真正足想因的。 走行程，哦，逐天都安尼走到无眠无日啦。啊，燕平哥哦，自从含安尼乔涵去一间律师事务所上班哦，哦，嘛是安尼早早就出门，晚晚才入门啦。
心如搁较寒呢。自从失业了，生活真都无正常。身体无来甲顾一下，哪会用？是讲，医生诶，你感觉要买倒一款会较好啊？医生诶，你是咧想啥啦？你讲神讲神。歹势啦，妈，我无说你失神去啊啦，你是咧甲我讲啥心？哦，煞毋知影哦，想要甲遐个囡仔买一寡会当安尼顾身体的啦，啊，毋知要买啥较好的。要补充体力，当然爱买 B 群啊，够够乖啊，我拢是买起来给燕君吃的啦。哟，是讲。你看，白煮安尼，遐尼侪款着，倒一排较好啊。对的哦，便宜的没好货，买贵的就对啊啦。哦，医生诶，啊你拣遮，迄价钱拢真贵呢。这种大牌子的当然贵啊！你这个囡仔哦，你是我要买给新郎因食，啊你安尼赶紧紧去拿钱，我足歹势呢，妈。我是大嫂，出钱出来照顾大家嘛是应该的，你免跟我这么客气啦。妈知道你对厝内人拢足好诶，是讲你买真正拢足贵诶啊。健康是无价诶，即马开钱照顾身体，较赢诶哦，将来开钱看医生啦。讲安尼嘛是对啦。医生，你心情无通好哟。无啦。嘛知啦，自从迄影片去互媒体安尼乌白报了后，外口的风声有影互你受足侪委屈的。妈妈才唔甘你啊，啊是讲你无听人讲哦，清者自清。你莫予遐乌爷歹听话，佮佮你影响着，迄毋通佮伊囥在心肝头啦，知无？医生诶，是安怎啦？妈讲毋对话哦？毋是啦，我只是感觉妈你安尼安慰我，我足感动诶。你嘛知影，我妈虽然足听话，啊，毋过伊对我足严格。对我来讲，较亲像是一个严格的爸爸。是自从我结合燕君，变作是你的新妇了，我才开始感觉，我是妈妈在疼的。是，小小，小小，啊，医生诶，你嘛都爱体谅恁妈妈，伊也都爱做妈妈，也都爱做爸爸。虽然免对你会较严格，而且伊事业做遮大，总是较袂去照顾着你的心情。有啥物代志，有啥物心内事，你都甲我讲啊。医生诶，你莫安尼顾口啦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，你甲我讲啊。真是甲子玲在偷来暗去，我起码就在行车记录器内底看到因男的钱，那有可能是假的。妈，我起码到底要安怎做才好啊？不管我怎付出，燕君就是无爱我。
我现在真正很怕他为着芷玲放手我，要跟我离婚。燕君哪敢来对待你？你才是他的太太呢。他若真是敢辜负你，敢对你无负责任，我袂放伊煞，我一定害我家死。妈，你莫怪燕君啦。我想，一定是芷玲主动去引诱燕君的。你嘛知影，燕君是一个负责任的人，若毋是芷玲一直用家己跋落海的代志去争取燕君的同情，燕君嘛袂动摇。所以你莫骂燕君啦。若无伊若是知影我来甲你斗，伊会更加讨厌我。你看你，都是拢安尼，这样为燕君牺牲。这样为何伊？燕君竟然还讲唔知通珍惜你这么好的太太，伊真正是足超过的。啊，不过就真正唔是燕君的唔对啊，一定是芷玲唔甘愿，所以挑过来破坏我的婚姻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伊是迄种为着要得到幸福，什么代志拢做会出來，什么白贼话嘛拢讲会出來的糟囡仔呢？伊查子英，我印象足好，我嘛真喜欢伊。谁知伊去征着伊妈妈，伊妈妈害我的婚姻保袂掉。你放心，燕君，我袂用骂的，我会甲伊好好讲。假使伊若是毋知通确钱，无要听我苦讲，我都无要承认伊是我后生。